Our Heroes， 精彩 One， 台湾英雄，荣耀同行。2024巴黎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接见，为72天的巴黎帕运写下圆满句点。今年台湾代表团累计收获3银2铜，缔造近20年来队史最佳成绩。为感谢帕运英雄在赛场上挥洒汗水，奋勇向前，以三军一队剑门迎接台湾英雄的到来，并举办结合巴黎风情的总统府英雄派对。MO Esports 邀请大家一起在线上收看直播。MO Esports 邀请你9月11日15:25一起上线为台湾帕运英雄加油。